冬月初九，又开始下雪了。这是我和他第十七次来这里，也许是最后一次。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。说，在时间面前，谁又能一直坚强？这些都不能再言语，或许只有放生。对不起，他说，他明白了，原来爱情的终点，或许就是平淡如水，却又不能失去。